现场的媒体和粉丝，所以就可能有一点乱，大家不要着急。Thank you.
拉姆。蕾蕾现在在跟喜欢的蜡像合影。我们大概是播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，所以大家赶快来喊小伙伴们过来围观。蕾蕾现在准备要做辣手了。蕾蕾现在在做辣手。主播跟蕾蕾的关系你猜呀？哦，蕾蕾现在做辣手。蕾蕾说好神奇哦。看到哪一
可以啦。选颜色。蕾蕾现在可以选颜色。什么颜色？蕾蕾在问什么颜色哦。绿色，粉色。粉绿色，那是陈雪吗？蕾蕾说纯绿色哦。是，我自己上色。还要渐变绿色哦。可以把名字做在他的蜡手上面。Thank you.
的名字，那个名字要红色的。蕾蕾的名字要红色哦，你们选的什么颜色？手选了他喜欢的绿色渐变绿，然后他的名字他选了红色。给你们看一下蕾蕾的侧颜纱，这是在做蕾蕾的蜡手。蕾蕾的蜡手完成啦。手感觉很好吃。稍等一下，蕾蕾现在要休息一下哦。